红茶，那你就买红茶；你想喝绿茶，那你就买绿茶，就不用考虑说这个价格方面，因为我不会让大家觉得啊哪个就是买会买亏了，不会的，因为我已经是计算好的了，我已经计算好了这个价格很划算啊，这个价格很划算，然后也很有性价比，对家人们好，那我就会算好的了，我这些都算好的。还剩两单了，这个绿茶还剩两单了。哎，家人们确实晚上卖的会比，因为晚上可能家人们比较多，晚上卖的会确实比早上卖的会稍微多一点点。对，我很实在的，我就是不会说怎么样的，反正就是就是我是实话实说的。腊月红梅姐姐就发圆通可以吗？因为我们没有跟中通有那个有合作，只能发圆通，你看行吗？因为我这边都是圆通发货的。哦，这个还有两单，咱们把它给清完了，怎么样？这个还有最后两单了，家人们。最后两单咱们清完了。这个绿茶最后两单了，咱们清完就可以了。最后两单了，就没有。你可以找其他东西来卖，不是说我想找，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做这个茶叶的，然后那我现在是要清掉了，所以我就来卖这个。那我如果说我自己再找其他东西来卖的话，那不等于说没有给家人实惠吗？是不是？可能那等于说不是什么出厂，就不要说出厂价了，是吧？那我这个就是直接就是本来我茶农那边300多收回来的，我让我现在100多出掉了，是不是？那家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，那我这样做才有意义啊，对吧？那我再去找一些其他东西来卖，就对不对？不等于说再赚米嘛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不是说为了赚米，就为了换点米，就不是说为了赚米。所以我为什么我没有找其他东西来卖，是因为这个原因的。对，卖完了我就不对卖完了我就这个不卖了。大宝，我绿茶买一单，你茶针多放两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幸福长乐，可以，你可以后台私信一下我说多给一根茶针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多放一根。对，清完了就是重新的开始了。看一下，换个行业，家人们，这个还有两单，这个绿茶还有两单，两饼卖完就没有了。这个绿茶还有两饼，168，翻错了，168，还有最后两饼，可以拍一下，最后两饼，357克的。然后168点小黄车就可以了。糖宝茶我不大懂，其实糖宝茶那个东西我不大懂。好，我已经买了，我不懂的私信可以，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私信给我就好了。对，不辛苦，我还想了等一下直接去发货了，等一下打包发货了。因为其实为什么我想等一下去打包发货吗？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半夜的时候不热，大白天的时候打包，那真的是一身汗，就是我就是在公司那边的话，就是没有空调嘛。如果白天过去干活的话非常热，
热得满身都是汗，就非常热非常热。那半夜过去的时候比较凉爽，比较清爽，就没那么热了。对，是这个道理的。明天打包不要晚上打包，其实晚上我现在睡不着，躺躺也不在身边，对吧，也睡不着。嗯，家人们，我这个下掉了，这个绿茶下掉了，哦，没拍了，就等着拍，我就下掉了。嗯，咱们下掉了啊。把这个下这个绿茶下掉了。嗯，我也不是说心疼我的家吧，我觉得就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觉得就，哎，家人们，咱们，我一时间忘了，咱们不能说失什么的，失什么信的，咱们。后台是不是后台说一下啊，后台说一下，就跟客服说一下啊。一下子又对，说话注意点，说话我注意点啊，有时候忘了。我吃饭了，家人们，我吃了一点点了。想看看小鸟，好，给大家看看小鸟。啊，我去拿小鸟啊。小小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出来了是吧？小小鸟，我的小小鸟，我得把我的西瓜盖起来。我先把西瓜拿去放着。小小鸟，我们躺躺的小小鸟，它现在真的很会飞啊，太会飞了。小小鸟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小鸟露出来应该没事吧？应该不会为什么龟吧？应该没事。家人们，我不大懂，这小鸟应该没事吧？啊，太可爱了，给小鸟喝点水是吧？我今天有给它喂奶粉了，它有给它喂奶粉，水它经常不大喝。他不是不喝水，老是把那个碰掉。我给他笼子里面，大宝西瓜隔夜不能吃。对，我西瓜不会吃隔夜的，我都买了一点，买个五块钱，然后直接吃完了，直接当晚就吃完。对，今天坦坦可能睡着了。飞跑了怎么办了？飞跑了我就完蛋了。飞跑了，我等坦坦回来我就完蛋了。真的，他要是飞跑了，我就真的完蛋了。放手，他飞跑了我就完蛋了。其实小鸟都不臭的，小鸟都不臭的。
他那太调皮了。对，飞跑了，坦坦回来会收拾我的。所以在我笼子里面放水了，他老是把那水给搞倒了。你去三亚不能带小鸟，上不了飞机。对，上不了。他干嘛了？他为什么吃我手？哎，真可爱！我等一下，我再喂他一会儿。等一下，我再喂他一会儿。等一下，我去打包完回家了。等一下去打包回家，我再给他喂一次。我一天基本上给他喂个两次。他是不是饿了？老伸手的。今天坦坦好像都没来直播间了，我等一下给坦坦打个电话，看他怎么样了。要不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？算了，打电话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说啥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打电话问一下，等下播了，下播我再给他打吧。我想想，等下打电话怎么跟他说，怎么关心一下，要怎么说？我知道了，给他打一个电话。他不接我电话，拒绝了。他不接我电话，拒绝了。那可能有事吧，我晚一点再给他打。他可能现在有事，不接我电话。可能休息了，有可能是休息了。对，有可能是休息了，不方便吧。晚一点。真可爱。对，咱们十二点也下播了，我去把小鸟放起来。哎，小鸟，你进去吧，小鸟。哎呀，想出来干什么呢？一放你就想出来，一放你就想出来。这小鸟真的是。一放他都想出来，哎呀！家人们，不是啊，家人们，他坦坦是不是？他今天说啥了？他竟然不接我电话，是不是？今天说啥生气了吗？是什么事情生气啊？他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奇怪啊！生气了，他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生气了？我觉得怎么突然不接我电话了？可能睡着了吧。我给他打个信息好不好？给他打个信息问一下。打个信息问一下。我说要把小鸟送人，那我是想让他
就回来怎么样子，我肯他肯定也以为我肯定也知道我是想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真的会把小鸟送人呢？肯定不会的。我再问一下他是不是生病了。我有问了，我有问他生病好一点了没有，他说好一点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，会不会又瞒着我干嘛是怎么样？我等一下，但是我跟他说话，他好像没怎么，没怎么样子，没什么，就是感受就觉得还好。他说昨天要帮我卖茶叶被拒绝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想拒绝他，我是家人们，你知道我怎么想的？我是想着他应该好好去开开心心的去玩，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然后我的事情，然后再影响他出去玩的那个心情。我觉得是想让他开开心心的玩就好了。对，我不想给他。就是出去玩了还要操心一些事情，因为出去玩得花很多米的，对不对？花很多米的，他本来就是要出去散心的， 又要花那么多米，然后又要是因为我自己这么点小事情，然后去影响到他的心情，然后不是很不好吗？很不值得吗？所以我是为了他好，就是不想让他太操心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准备休息了，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一些家人退了一些了，对，就是这个两斤中了熟茶，还有刚才有家人退了几单了，大家还没有买到的，大家可以买一下，咱们12点咱们一起准时睡觉，然后没有买了，我等12点你们去睡觉，我现在12点我就下播过去打包发货，好吧？打包发货，然后明早就快递就打包发货，明早快递他就收走了，他早上7点钟就收走了，我可能打到2-3点，然后他7点就收走了。对，然后家人们没拍的可以这个再拍一下，刚好有一些家人他们有一些退了的，然后我们还空余出几单，我们可以拍走了。就几单，就这个就几单了，就这个是就是熟茶的，就是两斤重的啊、哦，2斤重。刚才那个绿茶它是357克，这个是1000克158，2斤重的，就只有5-6单了，只有5-6单了。刚才有一些家人退了5-6单。这个是普洱，然后叶橙叶香，然后03，对，我们这个卖了，这5单出了准备下了，还有5单，咱们5单出了准备下了，然后我谈一下158。对，我听我会听他的话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他为了我太累太操心。对，我自己已经留了，我这5单我是就想出掉了，我自己其实已经留了，我这个已经有自己留了20砖了，然后
二十张基本上都是自己留个两三张，然后其他的都是送人的。对，然后这个还有几单啊，准备下了，没有拍了就拍一下，准备下了，因为刚才很多人可能没拍到，然后现在有多出来几单，然后可以拍一下。下了又降了，嗯，准备休息了，家人们，你们应该准备休息了吧？对，还没有买过这个，就是你可以其他茶你可以不一定要买，但是这个是一定要买的，因为这个是最有就是品质啊或者价格是最有优势的，这个是一定要买的，因为我这个也是就性价比是最高的。你看两斤重才158，就是你平常自己喝随便怎么喝。对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咱们准备下播，12点我们就准备下播了。下播了我再给糖糖打个电话啊，给糖糖打个电话，但他应该在忙吧，晚一点吧。等一下准备去发货，准备去打包发货了。今天还蛮多的，真的吗？今天我看一下有几单，还蛮多的，70多单，70-80单，嗯，没有70-80单，要扣掉几单，没有，也就40-50单，50单左右。50多单左右，对，他又要到天亮吧？又要到天亮吧？应该不用到天亮，就2-3点就回来了，然后洗漱一下，然后明天早上。看能不能直播吧，明天我今天早上应该不直播吧，然后2-3点回来我，然后我再吃个饭就差不多了。家人们，那咱们先下吧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不然太晚了。明早我如果可以播的话，我会在群里面说的。对，我会在群里面说的。对。对，你们早点休息，咱们先下了啊。好的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关心。拜拜拜拜，我去给大家发货了，发货去了。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。